没想到咱俩的品味这么像啊！叶梅，你就这么怕见到我啊？我为什么怕见你啊？因为你曾经深爱的那个人，现在是我的男人。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儿。那你为什么还一直留在附属医院？ 你不是为了他而留下的吗？那是我的工作，我并不是为了等某个人。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单身？单不单身是我自己的事，好像跟你没关吧。 佳，我是来向你认错的，你不要再生气了嘛。我错了吗？错哪了？我错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应该冲在你的前面替你挡子弹，但是我却错误的站在了敌人的阵营，还往你的伤口上撒盐。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以后会怎样呢？ 你要我怎样，我就怎样。我要被开除了呢。那我就陪你去考其他医院，反正你又不是医疗上的失误，只是和患儿家属有些冲突。你成绩这么好，肯定没问题的。我不想当医生了呢。不想当医生，你想干嘛呀？我什么都不想干。那更好呀，我养你。你不觉得我是个累赘呀？ 唐云霞，你知道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是能够养他自己最心爱的女人。如果能够和他再生两个孩子，那就更完美了。谁跟你生孩子呀？哎，你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不生还不好吗？我都跟你认错了，你还要怎样吗？干嘛？拿来。 什么拿来？拿出来！嘿，你怎么知道我给你买手机了？咱们回家好不好？这事儿没完。不是。 手机也拿了，你还要干嘛呀？ 看在这手机的份上，我告诉你吧，雷雷妈撤诉了，走吧，没你事儿了。 不是，撤诉了，你还生什么气呀？ 今天晚。
见到我啊？我为什么怕见你啊？因为你曾经深爱的那个人，现在是我的男人。回来了。嗯。哎，听说你跟那患者家属和解了？对啊。你干嘛跟他和解呀？你就得让他给你赔礼道歉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就该跟他打起来，你最开心。我这不是怕你吃亏吗？哎，换新手机啦。这手机不错啊，这么好的手机先让姐用两天。哦，你还我！你才是最欺负我那个。微微，你醒啦？能听见阿姨说话吗？能。勇敢的小姑娘，你真棒。孩子现在除了心律不齐以外，别的没什么毛病。心心患儿啊，体质比较弱，啊，你们在护理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温度的变化。别让他感冒了，你们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如果发现自己上呼吸道感染，要主动隔离。明白。阿姨，我的妈妈呢？你的妈妈，妈妈正在找你呢。你现在呢，配合我们治疗。等妈妈见到你的时候呢，让她看到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，好不好？带冰淇淋好不好？好，我一定转告他，让他给你带一个草莓味的，好不好？一定要细心照料，啊，注意他的情绪变化，让他多休息。好的，明白了，楚医生。今天晚上谁在这儿？啊，已经呼叫唐医生了。钟副院长，钟老师，不好意思，请问微微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。哎，太好了。钟院，咱们先出去吧。微微，孩子总是能给咱们很多的惊喜。经常以为就没希望了，结果没想到过一晚上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也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们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这个微微呀，应该说，她的伤口淤痛，这些都好，最关键的是找不到她的妈妈。这电视台已经播了这么多人了，还找不着，不应该啊。我有个不好的预感。什么预感？会不会又是个于西？
但愿不是吧。哎，叶医生去哪儿了？啊，肯定去图书馆找资料了。他准备提交小儿过敏症研究的课题，有些国外的数据资料还没有搜集齐，最晚这个月底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哦。